谢谢，那我们再来邀请钟欣凌。入围最佳女配角。谢谢，那接下来欢迎男主角邱泽。我当然希望可以把奖留在自己身上啊，对，然后但是因为入围的都是好朋友，然后我们其实今天已经约好，就是大家坐在底下，然后观赏这个盛大典礼的同时，就是默默的都帮对方加油打气，嗯。OK， 谢谢。那邱泽呢，也是跟有跟其他人讲好吗？我今天主要是以大使的身份这样子，我觉得我今天有另外一个身份，那是同时也身为大使来号召。各位对电影有兴趣的投资人或者是有创意的剧本都可以一起来加入电影这个产业，希望可以更蓬勃。谢谢邱泽。那欣凌姐连续两周都在参加颁奖典礼，今天很开心啊，很开心，很开心，今天觉得自己也是，今天其实也是真的是来那个开开眼界的，因为老实说以前真的跟电影界没有那么的电影圈没有那么的密集，那这次很高兴可以那个踏进来这个地方，对，我会努力表现好文青跟气质的。不用啊，你还是可以用角色片中角色的气质等一下上台领奖。那个需要一些槟榔跟烟的。OK， 好，谢谢三位，谢谢，也谢谢南烈的剧组，我们可以准备进到典礼的现场，谢谢。